就怕鄉親在咧報稅期間等太久，或者是發生口角等狀況，彰化縣地方稅務局特別設置稅務的智慧型服務機，提供簡易的自助保單，發證新搬家繳稅等服務。请启动启动智慧型税务服务机。彰化地方税务局伫咧彰化市总局甲园林以及报到店分局设置了这台只要用自然人凭证、健保卡甚至是身份证，就会当轻松查税保单以及申办各项的税务工作。对对，一般人比较会用到那个财产所得啊，然后有我们地方税的房屋税缴纳证明啊。还有补发税单啊，都可以。不过新办牌照税、房屋税等地方税务，定定爱排队等待。彰化县民按即马开始，只透过自助税务柜台，唔来当查询保单地方税，佮开当发个人全国财产税总归户清单，综合收集等税籍资料。常常要排很久，所以呢，我们呢就整合了所有的部分，就在我们的新的今天要告诉大家的这一个系统里面。让呢，我们乡亲自己来，我们摆对一个，去操作一下就可以。啊，操作也很简单，你有自然人凭证或者你的相关的啊，这个工商凭证，甚至你只有拿这个我们的身份证来，都还是可以透过啊一样的一个服务的一个系统哦。税务局强调，智慧型服务器的使用真简单，用自然人凭证、健保卡甚至是身份证就可以，也可以透过手机的行动支付，或者是登记到线顶进行纳税作业。多彰化新闻，张先生彰化采访报道。